王老师唱得太好了。专业歌手，你对刚才的演唱给一个简单的评价，请评委亮分。不是最重要什么哈？这首歌的首唱是谁？在这儿啊，首唱是您呢？对呀、啊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哎呦，还在这儿，随便唱您的歌了。我哎、您充满激情的演唱，如果在几十年前的话，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示范，特别谢谢。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拖着人家走，不让人家走。他给我讲了一天的戏，我都没明白是怎么回事。真的，我是特别的，今天想哈给大家推荐。哎，刚才王导的让我再看你演，那是翻版啊，对，翻版的极品。嗯，哎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哈，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原版的，都真的原版。在分离的那一瞬间，让我轻轻说声再见。短短的一瞬间，让我再看你一眼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，不知何时回到你身边。原装的和那个哎，就是不一样。那个套装做的啊，对啊。